那个房子，那个房子，既然目前是他建的这个5G的这个新的接入，预算100多亿，其实大概预算，它不是真正的数，有可能300亿。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，就是要开发，因为这动了这么大的开支，可以在其他方面再加，所以说我们就这方面。还有一个盘主问题。